尝尝了，OK，好。我好也是可以讲，你要讲英文是可以讲。哦，OK，好，可以。That's what I like about BE, because we can talk multilingual. 可爱。OK, 好，大家傍晚好。Hi, I am Michelle. My name is Eddie Lu. OK, 那么今天呢，我非常的荣幸哈，因为在公司唠着唠着的时候呢，我终于见到一个前几天呢，前两三天对不对？对对才开始来帮干的 ECA Eddie Lu， 哇 ！Thank you so much, Michelle. Okay, so 大家啊，我好哈。那我今天有幸抓到他呢，是因为我想问问他，为什么哈他要做 BE？ 因为我相信哦 ，Eddie 之前不是不小心进 BE 的哈，他之前有做过很多 industry， 做过什么 industry 哈？我首先是做 oil and gas。十多年，然后 property 到现在也是十多年，十多年，然后现在 BE。OK， 那我就是很好奇哈，一个做了 property， 而且我看到你的名字进过 Top One 的哦。Oh, thank you. OK， 是一个很有经验的 property agent， 14年的经验哦，要让一个有14年经验的 property agent， 而且是上面班干很高的哈，怎么样你去转换观念来接受 BE？ OK， 首先呢是这样的，我 try 他的产品先的， okay. 然后他产品是雪罗多，所以他帮到我很好。这个雪罗多，因为本身有一点 eczema 的，所、okay. 以 eczema 是我吃了那个雪罗多哦，像我的皮肤就好了很多很多。是怎么样吃法？我是早两包，晚上两包， okay. 两条两条了啊。两包两包这样吃，吃多久能看到效果？我吃 two weeks 两条两条。好了，差不多好了，然后我就 one week until now 我是 maintain 的、okay. ，one day one。OK，one one。说到现在为止，你 eczema problem 就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啊。Amazing 哦。Amazing yes。之前是 try 过，是这样子的，大家看啊。对呀，你看我的手啊，对呀，之前的啊， okay. 很吓人的。你之前有试过什么样的方法去 improve 你的 condition？ 哇，很多的哦，很多肯定。我去找最出名的，首先是 core specialist。OK。然后就 Dr. Ding。OK。So Dr. Ding， 我看了他有多年两年了，嗯、有时候打针。Okay. 有时候是给你 steroid cream， okay. 有时候给你 pills， 然后说长期我觉得是不是办法来的，说、okay. so, 刚好一个朋友介绍我这个雪罗多，我就马上就要试它了，然后一试就可以了。可是你试过很多这样的产品，你又再听一个新的东西，你会这样容易接受吗？不，我看到那个 improvement 在那边吗？我看到那个 result。哦、okay. ，因为我用的不少的 cream 的，这个介绍我那个，那个介绍我这个，我用了很多很多的 cream，hand、okay. cream。但是都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所以你就讲，哎呀，反正都试了这么多方法，不然试这个了。试一下许多多，对，想不到试了之后、两个星期噻，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就看到这样的好的 result。对，可是试个产品就好吗？你这么要做 BE， 你是被什么东西影响到、吸引到的？是这样的，我是觉得 BE 是 number one， 他的公司，我看到的 marketing plan， 然后他的。全是他的 product， trusted product， 他的 platform， 他的 culture， marketing plan， 然后他的 culture 加起来，通通加起来，我就觉得不错，这公司， okay. 然后我就决心进去。OK，其实我知道是 Mr. Wee 找到你的时候，也是你是他的陌生人是吧？对，他怎样找到你？哇，挖料了。是从一个朋友。然后找到我的哦，是从一个朋友介绍，然后找到你啊，对。然后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convince 你来做 BE？ 因为你刚才讲啊，讲了这样多种东西，有这样容易接受吗？哦，我很乖的，我会，哦、我会explore 进去的，好像我们有 Zoom meeting。说好处的就是好像 Mike 啊、Richard 他们的差不多每天都有那个。Zoom meeting，、okay. 但是我本身也这样那个 initiative 去开那个 Zoom meeting，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这样听，一直这样听，然后慢慢接受哦，然后我做到，我就觉得，哎 ，Why not？ You know？ 啊，你是用多少时间上 Ambassador 的？一个月咯。一个月哦。我是不到一个半个月这样，半个月 Ambassador， 然后就去 Sapphire，然后就去 Ruby，然后这个 Mid July 就到了这个 ECA。很紧啊！谢谢。真的是进步神速啊！Thank you. 可以参与我们的 leadership meeting 哦，谢谢。那么我想给你让你在我们这些观众前面讲一个身为一个14年的 property top sales agent 啊，而且下面有很多的
group 的哈。嗯，对，不是很。是怎么样愿意去打开心房去看这个一的事业？嗯，一定有很多人想听你讲的哦。对呀、啊。嗯嗯，是你要给他们一些什么 advices 啊？首先我就会因为他们是我朋友先，嗯，家人先，然后到朋友，对，所以我就跟他们 sharing 啦 ，sharing 啊，做 sharing， 然后就叫他们跟他们讲那个 benefit of the products， 嗯 ，OK， 然后有的时候又讲那个 marketing plan 咯，嗯，啊，所以有些是 consumer， 有些是要做的，所以两个不同的都有，是啦哈，对啊 ，OK， 很好哎，嗯 ，So Eddie 哈，谢谢你的分享，那你现在上了 ECL， 下一个哈。你的 target 一定是 build 好最顽固的一三九，最坚固的一三九，对不对？对。OK， 那么我希望呢 ，Eddie 可以在 DE 里面继续爆红，继续爆炸哈。谢谢 Eddie 的时间。谢谢。谢谢。啊，谢谢 Michelle Chua。OK。拜拜，拜拜 ，Thank you。OK， 拜拜 ，Thank you。